男主怎么也没想到，六花真的拥有邪王真眼，看着对方眼睛里发出的金光，他被吓得手足无措。然而下一秒，之后在男主的帮助下，六花乖乖滴了眼药水。之后在男主的帮助下，六花乖乖滴了眼药水。 滴完眼药水后，男主告诉六花自己已经从中二病毕业，所以不要和他扯上任何关系。但六花却说男主看到了他的眼睛，这样契约就已经完成，两人的灵魂将会互相共鸣，成为灵魂伴侣。听着六花的中二发言，男主只好先行离开了保健室。很快来到放学时间，男主想跟新交到的朋友一起去吃饭，结果老师却突然喊他去办公室。原来是六花的钱包弄丢了，考虑到他才刚搬过来，对这附近还不熟，所以想请男主送他回家。而之所以请男主帮忙，是因为六花家就住在他家楼上，既然如此，男主只好 回绝了朋友吃饭的邀请，带着六花一起回家。但在等电车的过程中，六花的中二病又犯了。ローラーシューズなんか履いてきてるのかよ、子供か。機動性に優れている。それにこれがあると敵の攻撃を受けた時に、ドキンドキン。 这社死的动作看得男主都起了鸡皮疙瘩，他打算买瓶水压压惊，可六花却说等一下，紧接着他便开始了点兵点将。此时电车已经到站，嘿，ここで効果を投入。哎，このタイミングでピー。哎，ピーエーって何？就这样，两人错过了电车，但六花却一脸炫耀的展示着手中的饮料，这让男主气不打一处来，对着六花的头发就是一顿蹂躏。不过就在这时，贩卖机上突然提示再来一瓶。 回到家后，男主发现自家门口堆满了快递箱，原来这些都是六花的，因为他家里没人，快递小哥就将东西放在了男主家。男主好奇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李，六花就拿出里面的东西给他看，这让男主忍不住吐槽全都是废物。可六花却不服，拿出了他觉得最实用的东西。 男主实在受不了，让六花赶紧把东西搬回去。然而看着他吃力的模样，他还是于心不忍。于是男主帮着六花一起搬箱子，两人一直忙到了晚上。看到六花的姐姐还没回来，男主还请六花在家吃饭。可在上菜的时候，三妹却拿出了她以前的武器。 夢は駄目だろう、勝手に持ってきちゃ。痛い。かっこいい。かっこよくない。かっこいい。男主本想把武器当垃圾处理掉的，但在六花的劝说下，最后他决定重操旧业。闇の炎に抱かれて消えろ。誤解すんなよ。 さすがに捨てるのはもったいないと思っただけだ。オークションにでも出して金にする。中に入ろうぜ。いつまでもこんなとこにいたら風邪ひくぞ。そうは言ったものの、今年の春の雨は少し暖かかった。